今日介紹一隻新股，松陵護老集團有限公司，咁已經公開招股噶啦，2月15號上市，發行咧就大概2.59億股，發行價介乎喺0.63至到0.69元，集資額咧就只有1億幾嘅啫。咁根據招股文件咧，松陵自1989年咧喺香港成立第一間護理安老院至今咧27周年啦。松陵擁有一個由9間護理安老院組成嘅網絡啦，供應1218個安老院宿舍位，以松陵護老集團品牌名稱經營啦，遍佈香港5個地區，而4間護理安老院咧，同埋松陵括弧德豐護老中心地下同埋1樓、2樓全層咧，係松陵擁有嘅物業嘅，而業務就較為獨特啦，集資額亦都較少，市值咧就唔超過6億，有短線嘅炒作空間，可以考慮投機性認購嘅。以上純屬個人意見，不構成任何買賣邀請。本人孫慶輝為證監會持牌人，截至本評論發表日止，本人同埋有聯繫者咧並冇持有全部提及嘅證券嘅相關財務權益。